點樣可以增加營生勝算啊？趁住而家仲係選民登記階段，要多啲支持者登記做選民，咁咪得咯。咦，營生個網頁好多人 like 嘅喎。係啊，仲遍佈港九新界添。咁即係佢哋好多唔係住喺呢個選區，點投票俾營生啊？咁號召佢哋過嚟呢區住，咁咪得咯。如果佢哋有親戚朋友住喺呢區。 又肯借個屋企地址俾佢哋嚟做選民登記，咁又得唔得呢？唔得啊！任何人向選舉事務處提供明知屬虛假嘅資料作選民登記，例如虛報佢主要住址，就會違反相關嘅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。如果佢知道喺選舉中投票嘅話，就會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。 另外，任何人明知某人冇權喺選舉中投票，但仍然叫佢投票，都係會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㗎。你哋又唔好咁亂嚟先得㗎，分分鐘啊會害咗營生嗰啲支持者，你哋三個啊都可能會犯法㗎。